我们这边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周捐懒人包的部分。首先画面上大家看到就是陆服的工会任务要来了。这张陆服是火属性人族 CD5 可以发动主动技，连选场上的符石一次，引爆5×5位置的符石，然后掉落先强化珠，一回合内全队两倍无视顾 C， 回合结束的时候自身 CD 会减3。羁绊的话就是大家等很久的梵蒂冈，首批消除梵蒂冈角色珠的话，个人会以 100% 攻击追打两次。再来这边是工会积分赏以及个人积分赏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稍微看过。魔法石的话要等明天庆祝活动页面出来才会知道。再来是全新的地狱级机管罪犯的职责关卡，一样有限制25回合通关。这一张玉庭正主的话是水属性人类 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，电击敌方全体死受影响目标无法行动一回合，把所有符石转换固定数量及位置的水星墙，一回合内自身攻击有5倍，然后会以 50% 攻击追打五属各一次。这张玉庭正主的话也有一个队伍技，他本身是阴阳师，所以对妖魔伤害有额外2倍。再来是人形格拉莫的挑战关卡，我们木属的剑骨龙终于要来了齁。那他跟提尔峰一样会有7个关卡，每个关卡限制你指定的种族。这张格拉莫是木属性龙族 CD5 可以发动主动技，剑骨龙成员剑锐值直接帮你提升到 100%。 除此之外，剑骨龙攻击还有 1.5 倍，以及无视全满消除盾的效果会持续到你没有消除符石哦。羁绊这边的话两个都是追打的选项。最后是幻灵商店的10张角色兑换上限次数全部增加1。 OK， 以上是本周捐懒人包部分，带大家抢先看一下，大家对接下来活动还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